云林斗南的石牛社区推广到在地文化，已经小连续八年来举办全国小小画书的比赛，让小朋友用到家己的创意融入社区的特色来进行到创作，今年吸引到900人来参加。啊，社区今年更加是动员来做缎带，也就是罗文大这段艺术展，邀请民众在假日做回来欣赏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